现在在吃饼干的这一个是我们这次的与会的诗人邓绪伦，邓绪伦在吃真油味。好，那邓绪伦想要跟你谈谈，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办这个诗展？拜拜，拜拜。因为之前林志刚一直说他要出一本那个，就是自费出一本诗集，但我们真的就是没有钱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用牛皮纸印，然后400块，然后办一个诗展。哇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哎。观众觉得怎么样呢？观众觉得怎么样呢？哇，观众觉得非常好，可观众有点胖。好，观众我爱你。好，那为什么会选择要用牛皮纸呢？因为比较有质感。那你今天用云彩纸，你这样有尴尬，还是粉红色的？那林金刚对于要使用牛皮纸这件事情有说什么吗？他就说牛皮纸是拿来防尘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对要来看诗的观众们或者是读者啊嗨，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？林继刚的诗真的写得很好，你一定要来看，因为他能见度不高，因为他都放在那个 PTT 兔版里面，所以只有他一些网友会看得到他写的诗，所以你真的要来这边看，而且我们精心挑选。好，谢谢邓绪伦，拜拜。拜拜。